近日在网上流传的一段深圳卫视跨年晚会的视频中，发现了刘谦和宋茜的身影。视频中两人互动较为亲密，刘谦借一张纸巾来向宋茜索吻，多次在微博隔空喊话的两人终于在晚会上见面，这让刘谦在舞台上非常动容，使出浑身解数逗美人开心，而宋茜也非常配合。据悉，除去对节目本身的好奇，视频当中两人的亲密的表现也让网友们非常满意，这也让广大网友更加期待两人在深圳卫视跨年晚会上的表现，看刘谦是否真的能够在深圳卫视跨年晚会上告白成功。